点赞和订阅按一下哟。大家好，嘿，基尼达基尼，今天呢，爸爸用闪光粉来把 LOA 娃娃这样变成闪光宝贝宝，那么现在就开始吧 ，Go Go！在今天呢，基尼拿这些七种颜色的闪光粉来制作基尼独有的 LOA 宝贝娃娃，做成闪光宝贝类游。那么基尼把抽过的 LOA 娃娃都叫出来吧。呀 ，LOA 娃娃们出来呀呀！站！你们看，朋友们，基尼把11个 LOA 惊喜宝贝娃娃们这样分离下来喽。那么基尼从这些当中挑一下基尼想合成出来的饰品和衣服还有脸，挑挑看吧。再首先，朋友们先把饰品挑一挑吧。发饰呢，基尼，这些当中这个花有五朵花的，这发带基尼挑这个，还要挑一下脸。基尼很想做一下这个，抽到这位朋友的时候觉得很特别，对吧，朋友们？基尼把这个发饰呢戴在这朋友的头上吧。这样，那么挑一下衣服，本来他穿着的衣服是黑色的吧，嘿，是吧？但是基尼呢，今天给他穿一穿这件用金色和黑色来做的这件衣服吧。再然后鞋子呢，感觉比较好上色，这双鞋子吧。然后这样，最后是奶瓶，也要跳一跳。奶瓶呢，吉尼用这蓝色盖子的奶瓶，吉尼把它做成闪闪发光的样子吧。再那么鞋子，剩下的娃娃们敲屎吧呀！好了，再那么现在吉尼用这些闪光粉来从发饰开始，让它们变成闪光宝贝。好的，朋友们，准备了这胶水和毛笔喽。咋，把胶水在这儿挤出来后，用毛笔咋要贴闪光粉的地方，这样涂好以后，这样涂好了的话呢，吉尼把这红色闪光粉都撒在这上面。抖一抖。爸爸，朋友们怎么样，变成非常闪闪发光的玫瑰了吧？真的吗？基尼在剩下的这两个上面用别的颜色来让它变身。棒棒棒！红色和黄色来做的闪闪发光的发饰完成，非常漂亮吧，朋友们，一闪一闪。那么基尼把这头发也跟这闪光的朋友一样，都用闪光粉来给它铺上去吧。这头发呢，基尼把这银色和蓝色混合起来撒上去。想要的一样，他的头真是一闪一闪的发光吧。这样，那么现在基尼把剩下的衣服和奶瓶鞋子都拿来，让他们变身为闪光的吧。呀，
会儿撒了闪光粉的胶水都变干了，基尼就把这些部分呢合体成一个完美的娃娃油。家，那么现在就开始把基尼做的 LOL 闪光宝贝朋友组装起来吧。家，首先在身体上插进他的头呀，基尼贴上去的闪光粉都在掉下来了。基尼觉得朋友们先涂上闪光粉后呢，他们刚好了就再涂一层透明的指甲油的话呢，这些闪光粉就不会这么容易掉下来。朋友们自己试试看。给他穿上银色的裤子，将还穿上上衣，将现在还要穿鞋子吧，把蓝色鞋子哦，做到这儿已经很美吧朋友们，但是呢在最后还要点缀这黄色和红色的花花发带给它戴上，怎么样朋友们，黄色和红色的玫瑰发带，它戴上发带就更加美丽了吧。加，那么最后一步，让它手上拿着这奶瓶酒，这样一来，基尼独有的 LOL 娃娃完成。